做一场助农直播需要几步？我们一会儿去那个果干的工厂。你怎么这么熟练？我还没拆开，你这快吃完了都。到直播间喽！小帮手们来了。 哇，专业！开始搭起来，干活。好了，卡了，完了，电流音，担心光线可能会有点暗的。但最难的是，你待会儿能不能洗个澡？我帮我洗个澡吧，给广大影迷呈现一个干净的棚一趟。这全不动，洗个脸吧。就是不能去洗澡，气死我了。